众所周知的健康之路小薇家庭医生就来自我们福州软件园，他链接了全国10000多家的医院，全国首创线上线下全闭环的就诊服务。在我们身后呢，就是小薇家庭医生的一些产品。那我们现在有请老师来为我们讲解一下这款产品。这款产品的话，主要是我们在家庭场景下面的话，就是把整个互联网医院搬到家庭里面进去，然后你在家里面就可以解决慢病小病，然后在家里面可以面对面的咨询医生这一块。它可以检测什么病呢？它主要的话就是数据监测，包括血压、血氧，还有血糖、心定，包括身高。你在家里面检测完之后，它的整个数据会上传到整个云端上面去。然后另外的话，就是你可以通过那个就是一键问医生、对，一键问医生发起跟医生的这个视频，然后医生可以在后台上面可以看到这些数据，然后跟医生在线上面对面的这种视频。哇，真的有医生哎！随着刚刚跟医生进行视频连线，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技的发展，真的可以实现互联网医院走进家庭，小病慢病在家就能就医，